富行街景，今天是2024年的4月20日星期六，时间晏昼2:30，我们现在由麻地这个广东道这里行下的，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外面这条呢就摩打老道了，这个方向呢直行转弯上回九龙塘那边的方向了。对面呢果栏的位置了，由麻地果栏的位置了。后面这个摩打老道出回渡船街那边的方向了，那我们沿着这个广东道一直走到这个山东街的位置，这一段就是油麻地的广东道了。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一段呢近着果栏这一段是很多这些回收铺或者一些批发生果的铺头的，是因为只是这间回收的旧纸那些这样在这里。白街道啦，啲食肆咁樣咧，呢度咧，碧街啦，呢度啦，先啦，間藥房啦。间药房喺呢度啦，呢啲咪街人流就唔系好多嘅啫。有其他食肆在这里的药房啊，饭嗱，前面呢度食粥噶啦，咁晏昼就人流就少啲啦，呢度咧。唔系要隔离啊，要。翻车后间啦。呢啲慢慢行翻啲啦，啲鋪頭喺度。另一樣嘢，呢度咧亦都好多呢啲安老院嘅，呢度有啲。中藥鋪啊，即係呢啲都比較出啲，好似服務啲老人家啲嘅鋪頭多啲咯。好多單車喺度，亦都好多呢啲南亞裔嘅人士喺度咧。呢度都係多啲嘅，呢度都係。
係啦，燈打時間啦，呢度啦。紫金好啊，多啲嘅呢段，唔想買呢啲啦，唔得嘅啦，買呢啲風扇啊，啲咁嘅。週末咧，呢一段就少啲人噶啦。係多，不過咧，好似比上一次係多咗啲鋪頭開嘅。因為我記得上一次嚟過啦，真係間間都關咗門，咁好似差唔多接近。今次起碼都接近有一半以上開翻，見到。中間啲排檔應該冇開嘅啦，而家佢好多啲咁嘅客人。哇！手推車啲轆啊，可以更換咁樣啦。成間鋪頭都係賣嗰啲咁嘅轆噶。哦，依間就清空曬啦，可能有機會都係要再招租啦。啲裝修啲用品好多嘅，呢條呢一段廣東道，你行到去呢個山東街之前嗰啲，因為山東街之後嗰啲咧就變翻係街市嘅啦，嗰度啦，有啲排檔啊，賣生果啊嗰啲咁嘅。自由街咯，前邊。阿伯，啊，有咩？我買，我先買先，我未。街啦。哎，我买这一瓶。所以今日行咧，嗰个景况都 OK 嘅，见到好多铺头都有开翻，见到。因為舊時禮拜六、禮拜都會閂門，咁今日禮拜六咧見到咧，又等到鋪頭開翻咧，咁我睇落個市況會好啲咁啦。因為有一次拍咧，星期六嚟拍咧，就差唔多好似鋪頭都閂曬門嘅，咁就感覺就好似有啲鋪頭冇開咁啊，見到啦。係啦，前邊咧就係呢個山東街噶啦。因為前面旺角街市嗰段咧就拍咗好多次啦，咁就再話咧，就暫時拍到喺呢度先啦。啊，呢度有間餐廳，有兩間開咗。
排檔嘅位置開始咧，廣東路即係呢個旺角街市嗰一段啦。正望見到嘅咧，旺角街市啲排檔啦。山東街咧，呢邊出翻去咧就係朗豪坊嗰邊嘅方向啦，太蘭中心嗰邊啦。我哋影多次呢個廣東道啦，油麻地呢一段啦。咁你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大家對呢集有啲咩意見，可以下邊留言俾我聽嘅喎。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